在这里面我们看得到这把火炬主要是这是一个军队的迷彩的形象，在我们这个进风口是一个我们的长城垛口的逻辑，而在我们这个火炬的上面燃烧在里面代表的是我们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表达。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